ahí ya te hago, ya. Ah, sí. Sorry. Okay, 好，那再来就全部的。 什么故事往事的啊？其实台语歌很好，我没有听过。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。所以你刚才接受的那个歌，你歌了对吧？嘿，啊，但是旋律都会唱。旋律都会。没有在唱。细汉应该定定听对吧？嘿，这歌拢是细汉唱好的。啊，是来这靠来唱第一歌的呢。对。啊，这老歌内底敢有互你感觉印象较深刻的？印象深刻的是。 没关系，我姐姐。一定要唱《满面春风》。你上爱情还是《满面春风》？也不一定。也不一定是来这，还是讲你台上，你在台下顶上接唱的，对，是。目前可能是爸爸是姜正南，爸爸是姜正南，那也不管结束。OK，啊，那讲更加早期的嘞。更加早期就是《满面春风》。 《猫咪春风》你的感觉是哪？这首歌是何里的感觉？是较轻快，就是歌词拢是足含蓄的，造型吼拢是，安尼足含蓄描述这个我们身边男生的家庭背景，啊，所以伊的旋律是很轻快，歌词嘛足文雅，啊，唱的就是蛮轻松的这样子。 清唱清赞的，清唱一段，对。人问起你，甲伊相望，做阵去游港，伊有对阮讲起爱情，细作青春梦，又在讲阮细心爱囝。 细心真挂当，我们一生受着歹势，今宵明山。我们这个反应都是盖的呢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这是老师教导的。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还有什么陈小林呐，一个红蛋呐，哎，因嘛拢有在唱。 一个红蛋来，OK啊，真好，来，我们唱一段。嗯，第一段是。想要结婚，想要结婚，想要结婚，团结心，无依命运，红尘情。 一个红蛋动心门。你有没有知道一个红蛋的故事？我大概了解一下下，因为早期农业社会女性地位好像比较卑微哈，所以如果说没办法延续下一代的话，传宗接代的话，女性是很可怜的哈。
所以而且那时候科技更没发达，一旦传宗接代回，不知道是男性还是女生，所以这个媳妇就很可怜。对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也看人行行呢，你以前也是查甫落行行，看人就讲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原本是一部电影，中国的电影在台湾，你来想到这 A 高阿姨。嗯哼，啊，你对老师多久啊？十一年或十二年，那就对了。对，因为目前我是蛮资深的。是是是是是那时候，你是安怎教伊？以前我拢唔爱学会唱歌，会唱歌只是自己学的。后来因为那时候看《中华日报》，我和老师在联合招生啊。然后我就跟一个朋友说，我们去学看看到底尬青瓜还是尬虾米。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老跑，就我自己一个人来，就上了一期，就跟到这个时候。所以你安尼，你嘛看了真侪宋老师都阿你讲迄个规定。哎，都有，几乎都有，几乎都有。啊，所以因为就是看老师的坚持，所以我还会当尽量配合就配合，看到他坚持，所以嘛就唔甘啊，就行吼。啊，哪老师哪交代下面什么咩招收什么，能够配合就尽量互相的配合这样。我知道今天我们就是后啦，而且在经费不足的时候就赶快。那另外你对唱歌当中你有特别什么？很快乐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我妈妈，我拢会，我妈妈九十几岁，我对伊来来，我拢出来来唱看听歌，啊，我都会带她出来听歌，阿姨拢讲。唱歌也无趁钱，啊！你若唱到啊，这么投入了，我趁着欢喜啊！看到很多衣服，啊，唱歌也无趁钱，啊！你若欢喜，才爱唱歌呢。就是，尤其我们团员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快乐，很开心。对，哎，真的。你妈妈也爱听你唱。哎呀，她如果伊是多少婚礼，她也来带来，刚好我有演唱，我就会带她出来。伊听你这个歌，应该是就有感觉。伊嘛有说过一点点日本教育，说也要唱日本歌的《乌鸦飞》。哦。嘿，迄阵在赤坎有搁唱过一届，嘿，搁有聊天唱过一届。这首歌日本人嘛就讲。是啊。除了变成军歌迄卖讲以外，伊嘛真正甲改编做日本歌词的唱《乌鸦飞》，而且我听迄个庄老师讲，日本人上喜欢这条。真的。对乐话。啊，搁有像那个鹤壁春风啊。望春风过了秋，这拢有改，改过日本的歌词，所以你安尼来这个协会十几年，你感觉你唱歌技巧有进步？因为资质比较不好，有进步，但是 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以老师的标准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还差很多。不会啦，他们大家很他们台风啊，等等都很好，而且他都会主持，还会主持，还流畅。啊，你本业你还有在做工作上班？我有在上班。唱歌是你的业余的兴趣。对。那算是老板娘，很高贵的工作。啊，足难得的，就是讲，伊伫厝内底也无咧共做小，伊拢来遮管做经商，经商的关注。啊，目前为止，他帮忙最多。哎呀，我厝内边讲，啊，你家己也袂晓算账，啊，替社会计数。对。哎，足感恩的，嘿，拢有一寡遮好缘分当真。包括像邱先生啊、朱红，伊嘛拢安尼义务咧，咧甲阮安尼斗相共，真是夫妻。一人唱歌，两人帮忙。好，安尼咱过来就换咱的这个朱红嘛。朱红。他是宝琴，宝琴姐是邱哈。许。哦，许。严母许。严母许。啊，黄朱红。黄朱红，安尼邱先生。来，那就麻烦朱红姐。啊，你准备的歌是对你唱？我，因为我较常唱的就是歌女的王蒙啊，但是我最近在唱的是春宵伊嘛。春宵伊。春宵伊。春宵。你真够对的歌，你有较常较歌。为啥物是唱歌？因为我之前拢唱歌女王蒙啊，因为我感觉歌女王蒙足适合我的心境啊，因为我是50岁。我袂晓唱歌呢，我较早无咧唱歌呢，因为我50岁，我妈妈身体无好啊，啊，甲家己斗用，甲转嫁了后吼，阮两个夫妻感觉讲，迄父母
拢家己有了的。我两个出来去唱歌，啊，不过唱歌迄阵啊，流行迄种外口的迄种歌吼，啊，不过我拢唔敢伫观众面头前唱呢，我拢去山顶吼，啊，伫个卡拉 OK 一台，啊，我唱完先生听，啊，所以唔捌讲伫面对观众去唱啊，直到52岁时阵哦，我听老师唱歌，我听恁咱的协会唱歌，我看先生，阮之前拢袂爱听歌，就是听机械的声音。阮有咧做小工厂，就是讲听机械的声音，啊无闲要听，也捌听电台，也捌唱歌，拢完全捌唱歌。嘿，啊了后，但是我本身有会拄时阵唱一下安尼啦，但是就是毋捌。现在歌是你细汉就会晓啦，无拢袂晓，我真正拢袂晓。听嘛，伊来听，我是听了后，阮两个拢对阮，我想讲定做阮的观众咯。阮定，无阮头也是，厝里拢定，我唱歌我先听咯，啊，都拢无人，都唔敢足侪人。啊，了后我讲，不然倒来，我迄阵啊较闲，然后啊无咱倒来听唱歌，就咱。无听唱歌，恁咧唱就是咱的声音吼。来平时拢听唱歌做唱歌。我两个阿婆是热舞，因去咸水，我嘛热气哦。去倒我嘛热气哦。嘿，啊热到尾哦，我大概听歌啥物，我迄心情咧，感觉想要找小时候，我要找长安咧，我第一想讲，我一刚刚会徛去顶头唱歌咧。啊了，因为我在导师资的时阵啊，老师蛮敢训练。啊，训练当然是头会惊，真正会惊。我拢定笑我家己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是，互老师训练，甲是一个活泼的小白兔。迄小白兔看到人，较早会惊哦。即马无哦，即马小白兔哦是宠物哦，看到人伊就会惊落去看。所以我定定啊想讲，我有当时啊出去咧笑歌，我拢想讲，啊，我较今仔日看出来咧笑歌咧，唔对啊。本来是一个足惊歹势啦，我本来。我嫌麦克风，我个会紧张哦。啊，不过即马经过遮个学姐啦，吼，因为对老师咧练哦。你才有几年？你来团练？我来差不多四五冬啊，啊，都足紧哦。啊，伊阵啊真正袂晓，啊，我想讲，吼，啊，开伫下骹唱较好，啊，去台顶，就是拢会出，拢会甲我唱。啊，不过就是讲，遮个，因为你看，我拢伫遮个歌手个边啊吼。加减啊听，加减啊对吼，所以有人讲，啊，毋捌看，就往咧唱歌，啊，即摆奈，感觉讲较袂同款啦。但是即摆是人爱做歌啦，因为你甲我对迄种节奏，对于现场演奏，我讲从来毋捌。现场演奏对迄种我是毋捌，啊，现在会了啦。现在会了，啊，觉得自己好像较黑安尼。你的童年过了真快乐吗？我童年足平顺嘛。诶，因为我童年拢读，因为我爸爸公教，因为我爸爸都系教育，我妈妈是单纯的主妇啦。啊，我童年就是从回来家一段到永安做手工，啊，就好像公教人员家庭，啊，所以我童年较无像人讲，哦，啊，而且我搁住喺台南市，住伫迄个市区的。无真歹命就对。但无，但是结婚了后就是讲。相互奋斗吼，迄阵哦较无闲，也袂当去做咱的工课。啊，后来到这52岁讲出来唱歌了，刚开始感觉足艰苦。我对郑老师学，伊足好打呢。我唱歌一场，我去演一个高女的员工哦，就是演戏，就是白粉阿姊。我讲老师，我唔捌唱，你叫我去演哦。啊，不过那时候就是感觉，啊演了讲，啊这才大场。啊，办理迄个新营啊。文化中心啊，啊办一场生阳火城啊，台湾歌谣演唱迄场，啊伊着，阮着公路嘛嘛，啊伊唱，啊伊着做白粉阿姊咯，啊伊着做道具人，啊他就，啊老师叫我唱，伊惊哦，伊紧张哦，老师叫我唱一句哦，对过讲，我看你游玩毋是任何个女人，敢若迄句哦，我讲，真正我唱你歌着袂安那，啊这头歌，敢若迄句我练偌久呢？我炒菜也练，啥物也练，好，敢若迄句，我感觉个印象足深，所以我对即个歌女王王吼，伊印象足深，是啥？伊个歌词。你敢会想到你家己个？你想我妈妈，我妈妈，我妈妈，我妈妈以前啊拢甲我讲，我妈妈生五组囝，吼，啊，有可能时代
八千无同款，阮搭一块钱，无较无读，阮较有读啊。比如讲，比如讲，当然是当然较有迄落个。啊，比如讲对我来讲，就讲你得爱吼，家己拍拼，爱安尼种。我比较结婚的时候，爱就讲叫我讲，你袂使爱艰苦啦，你就袂安尼叫阮去拍拼。所以伊内面个歌词吼，就我想着吼，我妈妈就是讲叫咱家己家己。爱坚强，爱下安尼，所以这个歌词作古哦，我要唱啊，去唱这地就是讲，我孤老啊，讲，但我人咧就是较哀怨，但是我咧就是较快乐，因为我即卖已经是52岁，达到往那个囡仔大汉，所以，阿妈，我你即卖是50？56，我以我对64、55，我52岁较厉害，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我做你那做出来唱，真正，啊了后。了后，我知影即块歌，拢头啊都唱，我拢伫咧讲，你孤单啊唱啊遮快乐，我讲妈妈有交代吼，讲啊无论啥环境，就是要是快乐啦。啊，老师较早讲的过程，我拢知影，所以我即摆听你讲，我有一种感动啊。因为老师咧讲爱有感情爱下，所以我即摆回想讲，细汉可能比较平顺，啊到遮行到即摆，也是蛮平顺，虽然不是很那，但是。你落上天也是足甜，足平顺啊！我感觉讲，即个歌搁唱的是一种快乐，会互咱快乐，毋是讲。以我来感恩的心来唱这首歌。对，是用感恩的心，来唱这歌啦。啊，后来老师就讲，咱并不是每个人咧唱歌拢爱唱足济个，是讲一块歌会当咱感动，会当唱出伊感情啦。对。你搁我唱这个歌了嘛？好无？好啊。深秋门多残叶，层层的悲怨。当你共断过头期，恨不得一别。你就是你我可怜的路里。其实唱歌的时候，能够整个人很投入、很陶醉哦。唱出来歌就感觉，让人歌笑就感觉，让人很感染力。而且吼，我们在这个协会吼，宋老师、陈老师教我们上重要的是礼貌、实用，真的礼貌修养。那出去就是首先，其实上课是唱给客人。唱给观众听的，就是要看着观众，因为就是拢无看很久，所以看到观众的快乐，我嘛感觉足快乐个。所以，阮真正爱感谢侬。